哎，老铁，刚打完气球啊，再推个瓶子，这儿呢啊。这个打瓶子呢，其实最锻炼技术了。每一次距离产生变化，然后瞄点都不一样，既简单又实用的一个练法。这个是一个上坡道，所以说飞得不够远。打高了，没有那么远，这弹道就调高了。擦了个边，行了吧？在槽里边藏着，给打出来了。又调高了，还是第一根针的啊！这一下我瞄的是这个瓶子的上沿，但是还是高了一点。又中了，这个正瞄瓶子是正合适。这个距离我操多远了？这估计把这个瞄点再往上调一点，应该管用了。这下低了，就差这么远就不行了，再往上调一点啊。好，又中了，又跑到槽里边去了啊。这个推瓶子其实最练习技术了。好，又中了，这回彻底真看不见了啊，真看不见了。这回瞄点跟刚才最后一下打的瞄点是一模一样的。